希腊 KP Days， 好，诚如上次的影片所说的呢，要休息一年到今年，所以去年讲的话实现了。今年20201月1号，我要再去挑战一次那个大肚的钓点，看见能不能钓到鱼。好，这个就这样，拜拜。啊，今天第三次来这个点，又打龟了，钓两个小时左右，腰很痛，所以决定先去逛个街吃个东西。因为最近这半年，每次腰很痛，好像不适合久坐的样子。好，那今天的结论应该最大的问题是饵料，我决定下次来再想看要用什么饵，因为我今天特别去买了一包。钓无锅鱼用的诱饵混到我的鸡竿里面，可是一两个号啦，而且是抖一下那种，它没有很明显的刺饵讯号。然后临走前，刚碰一个大哥，很好心的也给了我一些他调的饵料，下次也可以试试看他调的饵料。好，去逛街吃饭啦！钓不到呗，那个钓不到鱼没有关系。来找阿伯吃鱼吃好料的，嘻嘻嘻嘻嘻。